就知道我可瘦了。你又瘦了，我每天都想你们，所以我就变胖了。接下来我们请 Jasper 再给我们示范一下安全带的正式用法。这是打开的状态。好，接下来请 Jasper 同学自己把安全带系起来。自己来系，我会系。我们有人帮忙啊，我也会系。我们大家来看好。好，听到咔嗒一声就按好了，对不对？船长，你还没有用这个。哦，对。哎呀，这个小小春说的非常对，加子波说的很对，都让别人记了，自己怎么可能不记呢？对不对？船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东西。说什么东西？你说的东西不许带，我已经带了，因为我饿的时候我怎么吃东西？因为我会好饿，我会哭的。我明白，因为这次爸爸去哪的旅行和我们往次的旅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你们的小包包里是可以有一点吃的，好吗？你看，哎呀！我还看到那个加斯伯跳过他的舞呢。